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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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大家晚安哈。我们上一次讲到，这边的话，我们知道那个大通智胜如来呢，哈。一般他们在相上面会做一些就是吸引大众的一个动作，像我们所那个相知当中的有所谓的震大地震动，或者是放光。那这边的话我们知道前面讲到了，就是他放这样的光芒，那让大家知道呢，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那引起众生的一个好奇心，这其实也是一种怎样因缘性，有没有？好，我们知道，要火能够点燃，需要火柴嘛。好，那这很多的一个像的一个动作，像那个佛的一个诞生，或者是放光，或者是种种吸引大众的一个注意，其实都是一个怎样火柴的一个效果。好，也就是当大家有人的因缘性成熟的时候，就是在等这个火柴的一个点火，让一些大众呢能够在这边就听经闻法，然后能够有所成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又这边又开始了，又诸比丘呢，东南方啊，五百万亿国土诸大梵王，各自建呢宫殿，这样光明照耀，习所未有，欢喜踊跃，生喜有心，同学就知道了，这其实就是这样促进大众的一个这样因缘性的产生呐、啊，那大家产生一个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光芒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每个人这样互相就这样共议此事啊，那十比呢？众中有一个啊，大梵天王，名曰啊大悲。连这个名字有没有？同学们发现都很特殊，对不对？大慈大悲嘛。那这些都是这样悲悯众生呢。然后就是这样子。这样利用这样的问答呢，促进一些因缘性已经就是快要成熟的众生能够这样，能够赶快成熟。那有学习佛法的一个机会跟因缘，所以为诸梵众呢而说偈言啊，世事恒因缘啊，而现如此相，我等诸宫殿呢，光明习未有，这样的光明是这样，以他的宫殿呢是这样，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为大德天生呢，为佛出世间，这有种种的揣测了，未曾见此相呢，当共讲一心求，有没有？这就开始这样引起大众的一个这样好奇心跟这样，能够这样求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的一个心呢、啊？我们知道啊，一般大众啊，他要能够走向就是修行的路，或者是甚至就是生死解脱啊，必须要有个这样欲嘛，有想要往这个方向走，那这个很重要，就是这样要有一个这样能够指导跟引导的，那这些种种的呈现其实就是这样引导这些已经因缘性成就的众生呢能够这样往这个方向而去，所以过千万亿土啊，寻光共推之啊，多是这样佛出世啊，度脱这样苦众生，他们这样讨论的结果应该是佛出世，因为有能够有这样的光芒其实这样很少见，那原因大概就几种，他们猜测呢应该是佛出世了，那尔时呢，五百万亿的诸梵天王与这样宫殿俱
各以呢一格啊圣珠天花共益呢西北方推寻事项，从那个放光的方向这样开始找，开始找，所以就开始推寻这个放光这个相，那见大通至圣如来呢，处于这样道场菩提树下，你看很殊胜，对不对？大家不要觉得见佛这件事情是很容易的，光是得人身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几率就非常非常低的，何况能够这样见到佛啊？那这尊佛呢，我们可以发现，就出世之后怎样，还没有这样开始讲经说法嘛，对不对？所以大众会心里会这样，会很急呀，好不容易呀，能够这样执佛事，那如果佛不讲经说法，那开玩笑了，等了那么久，一尊佛出世，然后又没有这样因缘性的众生，然后又讲入涅槃，那这个因缘性如果没有把握住，那再来，同学想看看，要刚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因缘是很难把握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大众们，那个求法的心切，求法的一个心切，所以我们他看到这个大通至圣如来呢，处于这样道场菩提树下坐持之坐，那诸天呢，龙王乾达婆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啊，恭敬为老，都非常的这样恭敬为老，即见十六王子啊，请佛这样转法轮，好，十诸梵天王呢，头面礼佛啊，我们知道头面礼佛其实是非常恭敬的一个这样仪式嘛，这就知道你看连梵天王，都来这样来这么样的一个恭敬礼佛，我们发现其实在那个佛如果不讲经说法，像那个释迦牟尼佛也是啊，也是梵天王这样出来这样请佛说法，对不对？好，所以绕百千匝，即以这样天花而上佛上，就能够就是那个绕佛啊，绕佛，然后呢以天花然后这样散天花在佛上，那所散之花如须弥山，那个花的那个分量非常的多啊，并以这样供养佛菩提树，那花供养以呢各以宫殿呢奉上彼佛而作誓言，好，种种的供养，在佛出世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同学可以发现其他的这样世间法这些全部都是讲小事了，如果能够供养所有的一切，能够怎样执佛事，而且能够听佛说法，这一切都值得了，对不对？所以而作誓言啊，唯见哀悯啊，饶应我等所献的宫殿呢，愿垂纳受，希望佛能够怎样接受这样的供养，尔时呢，诸梵天王啊，集于佛前啊，一心同声啊，以偈颂曰：“好，圣主天中王啊，迦陵毗伽声，我们知道迦陵毗伽声就是这样，那个美妙的鸟声嘛，那哀悯众生者呢，我等这样精进礼，这句话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请佛的能够这样哀悯众生啊，然后能够这样赶快讲经说法，让法能够这样流传下去啊，世尊甚稀有啊，久远乃一见，同学有没有发现，你看那个现场大众呢，求法的这样心切啊，看到没有，150、180节啊，我们讲过节的数量其实是很吓人的嘛，以节来讲的话
可以是那个，就是我们所认知当中的，整个城堡的那个种子啊，哈，一百年取一颗，一百年取一颗，结啊，那个种子都取完了，结还没有尽，哦，结还没有尽，所以那个大家想看看，180节，哦，这个180节这样空过，而且这样没有佛啊，哦，没有佛。哦，佛如果没有出世，那讲也就没有法哦。好，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哈，哦。那在这样的情境下呢，三恶道充满啊，哦，啊，那个众生都在这三恶道当中啊，哈，哦。那善道的众生都减少哦，像诸天众减少。今佛呢，出于世为众生作演。一般的众生是这样盲嘛，哦，人家说以那个瞎眼，哦，来形容一般大众，哦，因为讲不见法不闻法，哦，那在以这个根跟尘交涉的为真实，哦，所以称为讲盲嘛，哦，没有办法讲清清楚楚的了知啊，没有办法讲看清楚，哦，那唯有佛出世然后讲法的流传，才能够让世间的人家看到讲整个实相是什么，哦，要不然一般大众怎样都看到的都是怎样世间的这个虚有假、虚有相啊，哦，都是幻象而已啊，哦，所以真正只有讲佛出于世，才能够讲为众生作眼啊，哦，让众生讲能够讲看清楚整个怎样。法界的实相是什么，哦，所以世间呢，哦，所归去啊，救护于一切，哦，这一所有大众这样一定这样所归去啊，哦，赶快来跟这样来学佛法，哦，然后救护于一切，哦，好，为众生之父啊，哦，哀悯这样劳役者，哦，我等束缚庆啊，今得这样执世尊，哦，这个要能够这样有这多大的福报，现在才能够这样执佛出世啊，哦，所以尔时呢，诸梵天王啊，即啊，哈，哦，赞佛已，哦，各作誓言啊，唯愿世尊哀悯一切，转于这样法轮度脱救众生。哦，也就是愿佛能够讲哀悯这些一切的众生啊，转法轮度脱众生，哦，所以十诸梵天王呢，哦，一心啊，哦，同声而说偈言，哦，大圣啊，转法轮啊，显示诸法相，度苦恼众生啊，令得大欢喜，哦，那这些一般大众这些苦恼的众生啊，能够得到大欢喜。我们就说啊，哈，如果一般的人呢，哈，用他的一个人的一个思维、人的一个角度，哦，那在思维这个世间法，其实就只有这样苦而已啊，哦，因为这样没有智慧啊，哦，没有智慧看清楚这个实相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所追逐的其实这样都是在苦当中，哦，那唯有这样佛出世转法轮。哦，然后显示这些法相，哦，那这些苦恼的众生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大欢喜，不然一般大众呢都还是在这样苦恼啊，哦，在这些就是梦幻泡影当中这样忧愁啊，哦，跟这样生烦恼。那众生闻此法呢，得道若升天啊，哦，你不要讲到就是能够讲成佛啦，哦，不要讲到成佛啦，哦，至少呢，哦，在众生如果能够闻到这个听闻这个法的，哦，就能够这样得到，而且这样能够升天，哦，同学想看看，哦，一般在佛能够把十法界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呢如果你要玩哪一个法界，哦，那必须要做到些什么样的修行功夫能够讲这么清楚的，唯有什么佛而已啊，哦，唯有佛法能够把这些的一些很多的细节讲得这样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众生都能够了解，哦，所以我听闻这个法呢，哦，能够这样得到，
哦，那得道呢？哈，不要说到成佛啊，哦，如果能够升天，至少这样，诸恶道就减少了哦。然后忍善者正义哦，一般大众这样能够在那个往善的方向的这个众生就能够这样增加哦。所以尔时呢，哈，大通智胜如来呢。默然许之啊，哦，默然许之啊，哦，那又诸比丘啊，南方500万亿国土诸大梵天呐、啊，梵网啊，哈、哦，各自建宫殿，光明照耀，喜所未有，欢喜踊跃，生喜有心呐、啊，哈、哦，即各相异呀、啊，哈、哦，共异此事。以何因缘呐、啊？我等光宫殿呢，有此光耀哦。我们可以看到啊，哈、哦，这其实这样，不同地方的这些梵天王啊，哈、哦，都能够讲借由这个放光的吧？这边是东南方的500万亿这样国土的诸大梵天王嘛。哦，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刚才讲到这个讲。后面所讲的这样，是南方的哦，南方500万亿哈、哦，所以同学有没有发现呢？哈、哦，一个放光其实这样促成了很多因缘呐、啊，哦，那佛其实也在等这些因缘性的一个这样整个的成熟啊，哦，就像是释迦牟尼佛呢，哈、哦，他在开始也是讲从三圣法开始讲起，那讲到后面呢，哈、哦，一般的有一些众生的讲。根气熟了哦，就像是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啊，哈、哦，跟那个五祖的一个对话，哦，五祖就问他说熟了吗？哦，熟了吗？哦，有没有？好、哦，那其实不是在问那个米饭熟了没，而是他的那个根气因缘性熟了没？哦，他一样，哦，这些佛要度众，也要这样众生的因缘性这样成熟啊，也就是要众生愿意肯被对。度啊，哦，不然的话，我们就去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吼、哦，佛要度人，吼、哦，那个老妇人呢，吼、哦，就是这样不看佛，哦，也不愿意讲学啊，哦，所以众生如果讲这样子讲，叫做这样没法度啊，对不对？好、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佛的一个这样慈悲跟这样那个耐，就是对众生的一个耐烦啊，哦，一般。大众，大家想看看哈、哦，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你看哦，自己对自己有时候这样，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去这样，就是跟自己这样妥协哦，啊，何况是一般的大众哦，要度这些大众，其实需要这样很大的耐心跟毅力，对不对？哈、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这样慢慢的等哦，很一直等到这样。这些众生这样开始，哎，开始生这些欢喜呀、啊，生这些喜有心的时候，代表怎样熟了哦，因缘性熟了，众生的根气也这样可度了哦，佛才会开始这样讲经说法哦。所以这边这样，现在南方的这些国土的这些梵天王呢，因缘性也成熟了，好、哦，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光哦。的看到光其实就是一种这样因缘性的呈现，哦，如果你因缘性没有成熟的话，哦，你其实是这样看不到的，哦，所以一般大众就说，哎呀，佛国净土，佛国净土在哪里？其实如果我们的心清净的话，当下这个地方就是佛国净土，哦，只是一般大众呢，还是讲以相为讲为着，哦，所以。啊，要有往东方，要往东南方，要往哪一方的那个佛国净土啊！可是其实只要我们这样心清净，当下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佛国净土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的南方，好、哦、因缘性也成熟了，所以能够看到这个光，哦，然后开始这样产生疑呀、啊，哦，如果没有产生疑的话，同学想看看，哦，我们说有时候像。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没有产生这个疑，哦，哎，我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我到底是真的有我还是没有我？哦，以我的一个立场，要有这样的疑心的时候，才有办法这样更加的这样，
往前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讲也是开始对这个光呢产生了讲疑惑哦，那一样哦，大家就这样各耳识呢哈，哦，也是在猜测哦，唯大得天身，唯佛出世哦，到底是哪一样呢哈，哦？所以耳识呢五百万亿呢哈，哦，诸梵天王啊哈，哦，与宫殿俱。各以衣格呢，成诸天花，共意这样，北方呢追寻四象，哦，那一样，哦，当他们到的时候也是这样，见大通至圣如来呢，处于这样道场菩提树下，坐狮子座，诸天龙王、乾达婆、紧那罗、摩吼罗伽、人非人等，哦，恭敬围绕，哦，那也一样，即见十六体。王子请佛这样转法轮，哦，执诸梵天王呢，哦，头面礼佛，绕百千匝，即以这样天花而散佛上，所散之花呢，哦，如假须弥山，哦，并以这样宫殿啊，哦，供佛这样菩提树，哦，花供养以各以这样宫殿呢，奉上彼佛而作誓言。一样，哦，唯见哀悯，饶以我等所献宫殿，愿垂纳受，哦，好，一样，哦，那所以这边梵天王也是一样，哦，世尊啊，甚难见，哦，破诸烦恼者，哦，大众的讲，一般大众的那个心都在烦恼当中啊，那现在好不容易讲佛出世，非常的难见，啊，哦，这边讲过百三十劫，今乃得一见。哦，这不是说佛出世就是过百三十劫就能够见了，哦，而是这边的他因缘性是过百三十劫，有些怎样过很多劫也是怎样无法见的。哦，所以这边的因缘性是这样。哦，所以诸饥渴的众生呢，以这样法语充满了。哦，这很像是怎样，众生很那个对于法的那个求法若渴啊，有没有，哦，然后希望呢这个佛呢能够赶快怎样讲经说法开示，哦，用这个法语能够怎样滋润这些饥渴的这些众生们，哦，好，习所未曾见啊，无量智慧者如幽昙波花，今日乃值雨，哦，就是我们呀，很久以来没有看到这是个无量的智慧者了。哦，同学，我们要知道佛的智慧是这样，称无量啊。哦，一般大众呢，哈，哦，那个思维都是讲有量的，哦，多少啊，东西南北有立场有角度，哦，那唯有佛为这样无量的智慧者。哦，就好像幽昙波花，哦，非常难见的一种花，哦，那好不容易讲今日乃值雨，哦，我等诸宫殿呢蒙光顾严饰，哦，那世尊大慈悲啊，唯愿垂纳受啊，哦，所以尔时呢诸梵天王呢即赞佛矣啊，哦，各作誓言，唯愿世尊转于法轮啊，令一切世间的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皆获安稳而怎样得度脱啊！哈，哦，我这边就开始这样一样，哦，请佛赶快这样转法轮了。哦，同学有没有发现啊，哦，这个请转法轮这件事情是这样。哇，那个一般所有的大众这样都这样共同一心呐，啊，哦，好不容易有这样的因缘性，好不容易执佛出世，哦，那时呢，诸梵天王啊，一心同声一记颂曰：“曰啊，哈，哦，唯愿天人尊呐，啊，哈，哦，转无上法轮哦，那集于大法鼓而吹大法螺哦。”那大法鼓跟大法螺其实都是一种这样讲经说法的一个这样譬喻啊，哦，赶快转法轮哦，那个心的一个迫切哦，
这可以其实可以感动现在的很多人啊，现在很多人都还是在世间法当中有很多的琢磨，很多的追求啊。哦，那唯有能够这样对法，能够这样这样的一个这样即可，才有办法在这法上面这样有所成就。哦，就像是有些大部分的人这样，都在世间法当中很多的琢磨。哦，啊，可是这样对实相啊，对于佛法哦，那个态度就很淡漠。哦，所以那边那个前面也讲到了哦，没有执佛出世啊，三恶道这样越来越那个炽盛嘛。哦，也是大众的这个心呢，我们就讲，如果呢一般大众没有经过修行的话，那心五欲只会这样，五蕴只会这样越来越炽盛而已哈。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看一些新闻，哦，那个一般的人的那个五欲，哦，也就当那个新闻啊，哦，很平淡很平淡的一个叙述的时候，已经吸引不了大众的一个这样注意，哦，所以他们就会开始这样加重口味，哦，那众生的五欲也是这样，哦，当你得到了某一方面的满足之后，一定这样欲望更加的一个炽盛，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只会这样往三恶道去啊，哦，所以唯有修行才能够这样，我们说唯有修行才是什么回家唯一的路的原因就在这边，哦，如果一般大众在善跟恶当中都还在那边纠结的时候，更不用讲到所谓的这样修行成佛了，哦，所以请佛这样赶快转法轮，哦，不管是急于大法鼓或者是吹大法锣都一样，哦，那普喻呢这个大法语，哦，赶快下法语啊，哦，能够这样度无量的众生啊，我等先归庆啊，哦，当眼这样生缘因啊，这就是啊，佛这些大众一起来这样请佛赶快啊赶快啊，哦，尔时呢大通至圣如来呢默然许之啊，嗯，啊，对啊，哦，终于有大众真的对法产生兴趣了，哦，那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只有南方，西南方乃至于下方，哦，十方的这些诸世世间这样亦复如是啊，哦，那尔时呢，哦，这边在讲到呀，上方的五百万亿的国土的诸大梵王呢，哦，皆悉呢制度啊，哦，所指宫殿光明两微耀，哦，一样也是放光明，其所未有啊，欢喜踊跃，生喜有心，即各相异啊，共议此事，以何因缘啊？我等宫殿有是光明，哦，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宫殿有这样的光芒，哦，我们可以发现每次的发问都会有一个这样善知识的一个这样导引，哦，所以十比众中啊，有一大梵天王啊，名曰师契啊，为诸梵众啊而说偈言啊，今以何因缘啊，我等诸宫殿威德光明耀，言事未曾有，如是之妙下，习所未曾闻，为大德天生啊，为佛出世间，哦，好，那一样，哦，尔时呢，哦，五百万亿诸梵天王与这样宫殿俱，那也一样，各以这样衣革胜，就是诸天花共议下方啊，哦，推寻事项，见呢大通至圣如来呢处于这样道场菩提树下，坐狮子座，诸天龙王乾达婆紧那罗摩诃罗前人非人等恭敬围绕，即见十六王子呢请佛转法轮。那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上方世界的这些诸梵天王呢，好，来头面礼佛，绕百千甲，哦，各以这样天花呢而散佛散，哦，所散之花呢如须弥山，哦，并以供养佛啊菩提树，哦，花供养以各以这样宫殿奉向彼佛而作誓言，
唯见哀悯啊，劳役我等所献宫殿，越垂纳受。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持诸梵天王啊，即与佛前啊，一心同声啊，即以偈颂曰。哦，同学会问啊，哈，那为什么他就讲一方的世界就好了，要不然就讲十方的世界就可以了。啊，那其实有点，同学们发现很像我们在一般叙述那个所谓的那种游记啊，或者是一般的传记嘛，哈，那个时间节哪一边的人过来，哪一边的人过来，哦，像一般的有所谓的这样，供奉啊或什么样的，哦，像同学如果有去那种博物馆啊，哈，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博物馆它会呈现以前啊，哈，那种各藩国啊，哈，会去。献上他们所说的那个礼品啊，好，给那个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藩主的这个领土啊，哈，那这个就开始讲有各方的这个叙述啊，哈，就是哪一方的那个，然后贡献奉了，就供养了些什么，哪一方的又怎样贡献了些什么，哦，那这边也是一样，哦，这个就是如实，哈，也就是说。佛看到这一方的世界，那一方的世界，那一方的世界，那一方的世界，来供养这一尊佛，所以讲如实的讲叙述，哦，所以同学不要觉得很繁杂，哦，万一我们也是这样，当中一方世界的这样众生，那这样也是这样很值得这样欢喜啊，哦，所以这边也讲到啊，十梵天王就在佛前说这样的偈颂。善哉见诸佛啊，哈，救主之圣尊啊，能于这样三界狱啊，免出这样诸众生。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偈颂当中，这样其实都在赞佛啊，哦，赞佛啊，哈，能够这样是救世的这个圣尊啊，普智天人尊啊，哈，哀悯这样群蒙类哈，能开甘露门啊，哈，广度于一切哈。佛能够怎样哀悯这些众生们，好，然后怎样广开甘露门，哦，然后来度脱这些所有的一些众生们，哦，于习无量劫啊，空过无有佛，有没有？哦，这一方的世界就不一样啦。之前有大概100多劫的，对不对？好，同学有没有发现这边所讲的是怎样于习无量劫啊？所以同学不要觉得哎，100多劫还好哦，这边有所谓的无量劫，空过无有佛啊，哦，那世尊未出时啊，十方怎样常暗明，哦，这个其实并不是说在指那个世界的灰暗啊，哦，而是当这一方的世界呢没有法的产生，我们知道就是怎样三恶道的一个炽盛，何况是无量劫的没有佛啊。哦，所以这如果不经过修行呢，哈，哦，那个人心啊，哈，哦，或者是很多哎，因为大概都是这样往三恶道去了，哈，哦，所以不管是环境也好，那个心也好，都是处于这样暗明当中啊，哦，所以三恶道的增长，哈，哦，那阿修罗亦甚，哦，阿修罗我们知道就是讲嗔心很重的众生嘛，对不对，哈，哦？所以诸天众就讲转转减哦，我们在其他的佛经也常看到这样阿修罗跟天众的一个这样打战哦。那如果那个天众增加的时候啊，阿修罗就会开始忧愁了，因为他们的众就减少了哦。那如果他们的众增加的时候，这些这样一般的阿修罗就会讲产生欢喜心啊，哈，哦，所以。当阿三圣道、三恶道的一个增长的时候啊，这阿修罗讲也会讲炽盛，啊哦，那使多堕恶道，不从佛讲闻法，常行不善事啊，哦，那舍利及智慧啊，哈，哦，施等皆减少，哦，罪业因缘故啊，施乐及乐享，哦，我们来看乐到底什么叫做乐啊？哦，我们可以看到遇好缘好境而讲身心舒适，哦，好的因缘好的这个境，我们讲身心舒悦就称为讲乐，哦，那在佛地论的第五卷有讲到啊，哦，也是讲事悦身心名为乐，
哦，所以这个乐就讲身心都讲，能够遇到什么好缘好境哦。那所以讲，你如果以有罪业因缘深厚的话，哦，就没有办法讲遇好缘遇好境，哦，所以施乐即讲乐相，助于邪见法呢，不是讲善则依则。哦，种种的这，该做不该做的哈，因为助于邪见法，哦，就没有办法知道怎样真正的该做不该做的这些规则啊，哦，规矩这些呀都没了，哦，就像有些那个我们之前不是有说邪见的众生们有没有？有些看到牛升天就认为是啊，牛是升天的因，所以他们就学牛，哦，而不是在。一般来讲，如果要升天，应该讲清清楚楚了知，要在十善当中这样能够修持嘛，对不对？哈、哦，那一般如果助于邪见法的时候，这样那个因跟果这样，你没有办法搞清楚，所以呢，有时候讲就不是这个善已者啊。哦，所以像我们现在能够知道这样，要往哪里去，然后要修哪些法，清清楚楚，这其实就是一种很大的一个福报。哦，所以不蒙佛所化，常堕假于恶道。哦，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哦，当处于恶道当中，你要能够讲一念生善，能够往上爬，其实讲也需要讲佛法的一个讲，能够听闻哦。所以如果没有蒙佛那个教化的话，哦，就常常讲堕于恶道当中。佛为讲世间眼，久远时乃出啊。哦，要能够见佛，要讲很长久的时间呐、啊。哦，所以哀悯诸众生啊，故现于世间呐、啊。哦，那集于一切众，喜叹未曾有。我等诸宫殿，蒙光顾讲言是，今以奉世尊啊为垂讲，哀那颂。愿以此功德啊，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有没有？这一句就是我们每次有时候那个在诵完经啊，或者是做完功课，有没有？哦，就会做这样的一个回向哦，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那一般讲完这个大回向以后，可以再以此功德回向。也就是这样，回小向大哦。有时候我们用这些回向给这些大众的这个功德啊，哦，再讲回向到那个我们的这些讲一般世间法当中，有些人他所求的这些种种事项啊，哦，好，所以是讲以大回小啊，哦，用这个这。回让大众都能够成佛的这个功德力回向是这样的一个世间法的小事哦，所以我们可以讲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尔时呢，50,000,000的诸梵天王呢，即哦赞佛已啊，哦各白佛言呐，唯愿世尊转于法轮呐，多所安稳，多所度脱啊，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梵天王其实也很慈悲嘛，哦，请佛家转法轮哦。那时诸梵天王而作偈言呐、啊，哦，世尊转法轮呐、啊，即甘露法鼓啊，度苦恼众生呐、啊，开示讲涅槃道，唯愿受我请一大微妙音呐、啊，哀悯而敷衍，无量劫悉法哦。这其实也是这样，学佛人应该有的一个这样，一个这样心怀，好、哦，也就是说，学佛的人如果这样没有不了解我们现在的一个实相是什么哦，然后怎样能够这样能够成就的话哦，那这样这个最根本的这个道理，如果也不懂的话哦，那。这样很难能够这样所谓的走上这样真正的修行的路，
哦，所以同学一看到这些梵天王一再的说偈言，一再的请啊，哦，请佛能够转法轮，哦，即甘露法雨故啊，哈，哦，能够这样度这些苦恼的众生啊，好，哦，好，这就是在说至圣佛呢，哈，哦，始作道场的时候啊，诸天呐，啊，梵王啊，请转法轮呐，啊，哦，那方便品的。最后呢是讲世尊他自述啊，始作道场啊，那观述经行啊，三七思维哈，啊，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方便品的最后面有讲到啊，哦，那个世尊开始讲说他自己做道场啊，那观述然后经行，然后开始讲三七思维哦，所以寓意呢将这个一圣法分别说三哦，众生的根器。不到那个只能够说一圣，所以讲要说所谓的三圣。那时候呢，吼，哦，进退未决，哦，到底要该这样还是该那样，还没有决定的时候啊，那个梵天王呢就请佛这样开见，而，哦，这个见就是讲我们知道有所谓的法门，有所谓见跟顿的一个差别嘛。哦，如果是立根器的人，顿法门这样就能够成就。那一般大众呢，哦，大概这样就需要有一个见次啊，哦，有人就说他喜欢哪一部论，哦，那为什么喜欢这部论，哦，就是这个他的次第很清楚，有没有，哦，你一步一步该怎么做，哦，也就是那个楼梯搭得很清楚，哦，那顿根器的人这样他不需要这个楼梯，也不需要这样。那一般的大众呢，哦，他需要这样一个这样步骤，哦，也就例如说要先安我们这颗心，哦，那如何能够安我们这颗心，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持戒啊，哦，先是把这个地基打稳的时候，然后怎样 心能够怎样心性不散乱，以后再来说所谓的修定，哦，再来往上修嘛，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大众的根器大概都是怎样见根器啊，哦，见根的这个众生啊，哦，所以由是遂说三圣，哦，以行过去佛啊所行方便力啊，亦应说三圣，哦，这个那时候释迦牟尼佛呢，哦，我们之前讲啊，哦，他开始讲，哎，想一想，哦，过去佛呢不是现在释迦牟尼佛才行这方便力讲三圣，以前的这样很多佛这样都是实现这个方便力，哦，也都是在讲三圣。今则呢大通至圣佛呢十方梵天一时佛普请，有没有十方的世界的这个梵天啊都一起来这样普请，即初定啊，哦，所说啊说乃这样四谛法，哦，这个四谛法我们知道就属于这样三圣法嘛，对不对，哦，如果能够这样成就就是啊声闻众嘛，对不对，哦，好好是是前言过去佛啊即今讲至圣名也，哦，一样啊，哦，你讲过去的佛也是这样就是在讲现在啊，哦，因为过去的众生是怎样，哦，现在众生讲根器也差不多，哦，那所以讲所用的方便法也讲一样啊，哦，所以师者呢世尊呢为讲至圣之子，哦，这就一个比喻啊，哦，那佛很像讲释迦牟尼佛就很像讲至圣佛的，那个儿子，哦，之子，哦，而说法呢养尊讲其本师，哦，这就是一个比喻啊，哦，说法也是讲遵从这个本师的一个方式，哦，以从三圣讲起，哦，所以视为主述之家法也，哦，前段泛泛月数啊，哈，今则这样实指这样，所以这些都是为了下根器的众生所设的哦。防诸佛呢出现于世啊，哈，哦，同学有没有看到？哈，哦，其实这样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大通至圣佛是这样，其实是这样，诸佛出现于世啊，都是这样，四梵天呢，哈，哦，这些诸天这样为请主。哦，他们就会出来啊，哦，扮演的角色就这样请佛来说法，哦，啊，这边很殊胜是讲十方的讲佛世界的讲梵天王全部都过来了，
所以立因然也啊，那至圣光呢，遍十方，它不是在他们这一方的世界放光而已，是讲十方的这些诸佛世界都放光，所以讲诸天各随所向啊，就是他们随着他们怎样观尘来，就是说例如说下方世界，然后就看到上方有光嘛，所以就这样往上方这样追寻而来。那寻光而来呢，那个前药草喻啊云啊，我是如来等好，这很像就是在药师那个就药草喻啊，有上根器啊下根器这些种种众生嘛，他这边讲的就是我是如来等所以是以言招啊，此以光招，有没有？光也是这样一个召唤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知道像那个大般若经里面也是一样啊他在这个当中呢，他那个写的也是非常的微细那个开始放光，然后上方的佛世界哪一个佛的一个那个就开始那个菩萨就问啊这一方的佛世界啊的那个这个佛啊先礼敬他，就问啊就请示请问啊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光啊然后又为什么有这样大地震动那一尊他们这个地方的这个佛，他方就此方世界的这个佛呢就开示就是哪一方啊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开始讲经说法啦那这一方世界的这个菩萨呢就开始纠众四众弟子他非常欢喜就开始这样一起去这样那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边讲听闻佛法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光招啊就是看到那个光或者是讲有些是用震动来讲召唤那也是讲促成大众这样能够这样听闻佛法这个因缘性的一个成就，所以其说法皆一律也一样所以逐增呢诸佛种种方便皆为一圣这个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呢诸佛啊所讲的不管是三圣啊或者是怎样的一个种种的一个呈现，其实最终的一个佛的一个本怀都是要讲一圣也就是这个妙法莲华经的一个这样宗旨，就是讲要讲的就是一圣，所以故无疑义啊，这个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就是这个样子了然诸天呢谨佛啊共现共皆同啊那暂时个别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天呢来供奉这个佛呢现供这些都一样我们知道现那个花有没有，那花呢都好像很像须弥山这样那么多啊这些暂时不一样而已但无佛出世的节不同，有没有发现在这些他们的叙述当中还有一个不同点是这样，佛这一方世界这样能够有没有遇到这个佛呢出世啊那个劫数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有一个最多的就是无量劫嘛，都没有值佛世啊所以就看到东南方言啊180劫那南方言呢230劫那上方云呢习无量劫空过无有佛啊有没有看到无量劫所以啊世界各随讲机感而不同啊这些不管是从怎样的怎样很多的那个众生的怎样因缘性啊或所感召的这个怎样都不一样那意见呢至圣光照呢之远大以大梵天王为这个娑婆的界主所以经言呢十方各500万亿国土的诸大梵天啊梵王则佛光所照即世界之量通为一土，与其那个则与呢眉光所照的东方万八千土天烟
义啊，唯佛智慧啊，难解难知啊，在上根者哦，可举义哦，哦，也就是说，上根器的众生啊，可能可以这样知道一个角落而已哈、啊哦。那如果到下根器啊，就非己自分了哈、哦，这就不是一般众生的根器啊哈、哦，智慧所能够这样了解的哦。所以那个在我们之前在讲的哈、哦，也有讲到，就是讲不佛的智慧啊哈、哦，就算你整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啊哈。哦整个恒河沙的都是已经证了阿罗汉了，那这样的这么庞数量这么大的一个阿罗汉呢，也没办法去揣测佛的智慧，哦，所以这已经讲非己自分了，哦，所以不得不为讲尽情吐露，哦，止其了然自信，哦，故知此辈啊，哦，顿根，哦，非此呢不能令生讲信解，哦，此怎样？如来所为这样善巧方便。好，那尔时呢，大通至圣如来呢，哈、哦，就受十方诸梵天王及十六王之请啊，哦，即时讲三转十二恨法轮啊，哈、哦，我们知道开始讲转这个法轮啊，哈、哦。那若沙门啊，婆罗门啊，若天魔梵。及于世皆所不能转哦，为是苦，是苦集，是苦灭，是苦灭道。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什么是三转十二恨法轮呢、啊？哦，这三转十二恨法轮呢，又作为这样三转四轮十二恨法轮呢、啊？哦，那四谛的法轮呢？三会十二转说，哈、哦，三转十二恨法轮，哦，有种种的说法，哦，那世尊三转呢？哈、哦，四谛的一个法轮，那每一转呢，都有各具有这样四形象，哈、哦，所以一共加起来是讲十二，哈、哦，十二形象。那三转呢？哈、哦，四谛各有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叫做四相转。哦，也就是肯定有四谛啊，哈、哦，说此苦谛、集谛、好、哦、灭谛、道谛，哈、哦，也就是开始佛开始这样跟你讲这四谛啊，哈、哦，这些种种有这些相有没有？哦，先有告诉大众这样有苦啦、啊，哦，大众其实这样，然后还有集呀、啊，还有灭、啊，还有道，哦，也就是大众的这些种种。呈现这个苦相呢，哈，还有所谓的集呀、啊，哦，那你要能够灭这些苦呢，还有所谓的道，哦，才有办法这样去灭它，哦，那再来是讲劝相转，哦，初始苦地呢应知啊，集地应断，那灭地应正，哈、哦，那道地应凶，也就是讲劝啊，哦，劝大众这样要有在这个。因为一般大众都是相着因缘嘛，哦，那在这个当中这样呈现这个相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知道应该要这样修这个苦谛，知有没有？这苦谛应知啊，哦，如果一般大众不认为这世间为苦的时候，认为乐的时候，还会不会想修？哦，就不会嘛，哦，所以这个劝相转的时候，要让大众知道这样苦谛是什么。哦，那再来呢？讲集地因断，哦，这个断就是讲断这个集的因啊，也就是把这个苦那个灭掉这个讲能够灭集的这个因。哦，像在十二因缘当中啊，我们知道爱取有有没有爱，然后就取就有有没有？哦，那那个这个又种下讲苦的这个因啊，哦。所以灭地因正啊，哈，道地因修哦，所以要正这个灭地，然后讲修这个道地啊，哦，那再来正向转哦，正向转就是这样，哎，我们那个佛劝向转之后啊，哈、哦，有大众会不会起疑心啊？真的吗？哦，真的吗？所以呢，佛以自身来讲，告诉大家这样，我呢苦地已知啊，我呢。极地已灭断啊、哦、然后再来呢灭地已正道地已修、哦、大
大众会讲，哎，那佛为什么讲我？哦，因为因应大众的这样那个根气嘛，哦，不讲我不然，不然要怎么讲？哦，有一些像外道也是啊，外道就说，哎，佛啊，你讲经说法，一直每次都讲在讲无我，可是呢，你在讲当中讲念念，有时候讲法当中这样都会讲到我，哦。那这个我其实是讲因应众生的一个讲根气跟众生的一个需求而讲的，哦，那其实以佛来讲没有我的这个问题啊，哦，所以此三转就各具讲眼啊、智啊、明啊、觉啊，这个种种的这个四形象，哦，或三周呢，哦，寻历四圣地，所以，哦，我们知道四形象，然后又这样三周寻历的话，所以称为讲十二形象，哦，那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呢，哈，七十九载有讲到眼智明觉有两种意思，眼就是这样法智人，哦，那智就是讲诸法智，明就是这样诸类智人，哦，那觉就是这样诸类智，那眼呢就这样观看观见之意。哦，那智就讲决断之意，那明就讲照料之意，哦，那觉就讲警察之意，哦，所以在这边每一地当中呢都有这样有三转十二形，啊，形象，哦，所以四地合之啊一共有讲十二转，哦，那转的就有讲四十八形象，哦，如以苦地来说的话，此是苦，哦，那为四相转，哦，那为呢因片之讲此苦，这就为讲劝相转。那如果以知以片相以片知此苦的话，就讲正相转。那每转又能够配于讲见道、修道跟无学道，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讲的就讲非常的这样，那个内容就非常的扎实，哦，所以如实一一而转，哦，那每一转呢又各具有眼智明觉，就是这四种形象，哦，所以一个苦地就具有这样三转十二形象，哦。好，我们就再回到这当中，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哦，这智胜佛呢受请说法，哦，三转十二 行法轮呢，哦，就这样说四地法。那三转就是所谓的我们刚才讲的事相、劝修还有作证嘛，啊，那初转事相呢就这样，我们要知道讲此是这样苦的逼迫性，哦，所以当佛法在讲苦的时候啊，哦，大众会开始有反应，哎呀，佛教好像是怎样消极，对不对，哦，一直在讲苦，哦，那这个是不是一种消极呢，哦，其实不是，而是呢这个告诉大家讲实相是什么一回事，哦，也就是人世间本来就是苦啊，哪来的乐，哦，你说吃是一件乐的事情，可是讲吃多了也苦啊，哦，那再来吃完了以后，对，那个乐是怎样没有办法这样，没有真正的，哦，没有办法就是持续啊或者这样不变，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其实这样这世间这样真的没有所谓真正的乐，哦，所以在佛在讲这个苦呢，其实是这样告诉大众这样实相到底是什么，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这样，当他在讲这苦的逼迫性的时候啊，同学要知道啊，如果没有苦，大众愿不愿意修，哦，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啊，哦，如果大众都在世间都很享乐的话，愿不愿意修，哦，所以需要这样苦的逼迫性来这样初转实相，哦，让大众能够升起这样出离心啊，哦，能够这样想要修行，哦，所以是这四地之相。那次转劝修啊，哦，这就是此次苦如因之等，哦，劝今能够讲厌苦断疾啊，哈，目灭好修道，哦，能够开始这样之后厌这世间的苦啊，哈，能够这样赶快啊，哈，想到要想修道，哦，那作证转呢就开始这样
前面劝、哦、可是一般大众会起疑心啊，啊，你说这样修，那有没有什么人修道啊，对不对、哦、所以佛作正传这边就讲到怎样，我已知啊、哦、以己能够讲正彼啊、哦、我今天呢能够从人道的众生这样修成佛，大众也都可以哦，所以这边就开始讲苦集灭道啊，哦，那佛也是这样子修正而来的，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二圣闻之啊，随声音即悟，哦，听到这样的音声呢，就开始讲开悟了，哦，这就叫做声闻众，哦，所以所谓声闻众就是这样，在这个四谛法当中啊，善转十二行法轮，那大众呢、哦、这样的一个心思啊、哦、能够这样厌这个苦，然后能够赶快来修道、哦、那依此而能够证悟的这个众生呢就叫做声闻众、哦、那就解呢、哦、为这样三转令路呢、哦、见修无学三位事宜、哦、那也有其他的一种说法、哦、又云十二行者呢齁，即因呢齁，未令这样闻法者呢齁，发生无漏真圣的一个慧眼齁。好，以每一地当中啊，观世地、观三世为总哦，三世我们知道就是现在过去未来嘛，哦，那观过去就为智，好、哦、观未来为敏，好、哦、观现在为觉。哦，所以别于四谛啊，好、哦，那如是一转，总别四行啊，好、哦，所以也是叫做三转十二横行啊，好、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一个说法，好、哦，那谛者呢，就神谛，好、哦，又谛时真实也，哦，凡夫再苦而不神谛的话，恶圣呢，哈、哦，神思量事实，而不知道真实。哦，一般二圣能够讲知道是实，可是没有办法讲你知道所谓的讲实真正的一个讲实相啊。哦，那菩萨呢达苦性空啊，哈、哦，所以四谛名一啊。哦，如果同学想看看苦的性为空的话，那谁苦啊？对不对？哦，所以四谛名为一啊。哦。讲到好像有苦集灭道，其实这样都是这样为空啊。哦，如果大家想看看，如果菩萨就是能够通达所谓的空的时候，那谁在苦啊？那谁在集啊？谁在灭？谁在修？对不对？哦，所以好像也有四谛的名，可是这样名为一啊。哦，所以十通讲大小哦。所以这四谛也在讲菩萨法当中啊，哈，也可以讲有所运作为啊，哦，所以天台寺这个四谛啊，有四，就叫做生灭无生无量无作，哦，我们可以发现这样讲的更加的宽广，哦，有所谓的生灭，那生灭如果我们刚才说的以空性来讲，也就是所谓的无生无量跟无作，哦，谁在生灭？谁在急呀、啊？哦啊，谁在做？对不对？哦，那以空来讲的话，也就是说的无生无量跟这样无作，所以四教是不同的哈、哦。藏教小圣的哈、哦，只知道生灭，不知道无生呐、啊。哦，那通教呢？哈、哦，知道无生哦，可是怎样不知道无量无作？那别教的众生呢？哈、哦，这样知道无量，那原教呢吼、哦、则这样能够达到无作哦，所以唯一的是个四谛吼、哦、同学们发现吼、哦、有用不同的一个藏通别圆的一个角度在看的时候，这样所得到的结果也就不一样哦，所以方便品呢吼、哦、就是这样，释迦牟尼佛受请哦，然后开始将一圣分别说三，那现在大通智胜佛也受请了，就这样直说小法哦，而不跟言讲分别者哦，所以这就是下根啊哈、哦、四习呢全集时的这疑惑
以一向呢小圣不知自全，故方便品啊。一般我们之前在讲有没有啊？刚刚佛要讲说只有一圣的时候，那些阿罗汉的一个震惊，对不对？他不知道那个其实是都是在方便法当中而已啊。好，所以现在是这样开权显示啊。那三根器的众生已经领，那下中根器的还没有悟到，就是所谓的三假意识啊。那所以就用火载玉啊，三车一车来比喻，让这一类的众生能够领悟。那然而呢，这个诸小圣啊，虽知习权，他知道当初所说的这样是方便法，可是不知道这方便法即是实。这在讲什么？这就是在讲啊，我们知道就是说所有的河流都是通向大海嘛，对不对？那以小圣来讲的话，他们这样不知道自己也能够修正成佛，所以不知道权为实，对不对？他们还是在这样认为这个是在他们来对他们来讲，这就是这样当中只有这样所谓的这样小圣的部分，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到实相当中啊。所以故说这个药草喻，以一语无失啊，佛怎样一因言说啊，众生各得其解，那这个语呢怎么下，他没有任何的失心嘛，没有任何的了别性，通通怎样一视同仁的下，那三草二木呢，随根受论，根气的大小有没有接受这个雨水的滋润，各有各的一个差别性的一个呈现，所以以法显法本是一啊。不管是讲三草恶木啊，或是这些药草玉啊，其实都是在显这个讲法本是，就是都在啊归一啊，都是一而已啊。是大众的根气认为有这样不同，所以这样有种种不同的一个这样呈现，所以基有异耳啊，中根虽悟啊，下根有矣啊，中根已经可以这样悟了，可是这样下根气的孩子啊在怀疑啊，所以不达法依基义之子啊，好，所以同学可以知道，其实这样法本身没有差别性，是众生的根气的差别，所以讲显的法的一个差别性。那所以这样愿啊，就是这样引这个大通智胜佛说法的因缘啊，他为什么要引这个大通智胜法的一个说法的因缘呢？这就是告诉大众这样法其实是一呀，所以正因呢这个药草一语之意啊，用这样的一个譬喻，那现在呢大通智胜佛呢，受请说法，不言分别有三啊，但只说讲四谛，他没有在讲这样分别说三圣法，那直接就只有讲到这样四谛。那随根器呢领悟大小不同，虽然讲的是四谛哦，同学有没有发现，可是刚才有讲四谛法在小圣人听起来是怎么一回事，在大圣的这些菩萨呢，他们所听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啊，能够怎样达到所谓的无量无作啊，对不对？小圣可能听起来就是所谓的很单纯的枯寂灭道，可是以大圣菩萨听到这个四谛呢，他能够达到的是这样无量无作了，好，所以后面讲到这个都怎样岂非法依机义也，不管是怎样一个做法都是在告诉大众法本身是义，那但是呢会呈现义是因为讲众生根器的不同，所以故华严名讲四圣谛，
有没有发现？这就是在破众生的执着啦。哦，众生如果听到四圣谛的时候，哎呀，这小圣法，哦，那个态度有没有？哦，好像这样，那不值得一听啊。可是这边告诉你，华严就叫做四圣谛。哦，这就是破众生的分别了别性啊。哦，好。所以刚才刚开始讲的时候就跟大众讲啊，其实不要去说任何经典哦，好像哎，这都大根器的，这都是讲听不懂的那种经典，那个是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那这边就其实是在破这些了别性的众生的一个讲执着性啊。这边告诉你，你们觉得啊哈，那个不听华严啊，不入富贵之门啊，对不对？哦、啊，那个是圣地，就好像是小圣那种，哦，大小之分呐、啊，对不对？哦，这边告诉你家，没有了别、啊，了别的是什么法？都是这样，一呀、啊。那了别是谁？众生的根器，是自己的根器到什么程度？所以你听起来的是圣地，又是怎么一回事？哦，如果你听起来四圣谛就是像小圣法的这个苦集灭道的话，那个是怎样？你自己根器的问题。法本身这样没有差别性。好，所以四谛法况小圣矣乎啊？故如来说法，哦，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者，此矣啊！哦。所以在讲到啊，如来说法这个智慧啊，哦，是这样难解难入的啊，哦，好，那后面同学在讲十二因缘法，一不一样啊？也是在讲一法呀，哦，那众生讲根器不同，各得其解啊，哦，好，所以即广说十二因缘法。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缘受，那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缘生，啊，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啊，哦，就这样子，一直这样转下去了，哦。那个众生的因缘性就这样子一直这样现过去的这些无明呢齁，那缘现在的怎样名色六入处啊，现在所做的这样爱取有，又在讲产生未来的这个种种的因嘛，对不对齁？就这样子一直这样轮回下去了哦。所以唯有我们开始这样破无明，好，打破我们的这样无明，然后讲为明的时候，我才能够这样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事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那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这样老死忧悲苦恼灭，哦，所以开始这样用破无明这样，就能够这样不在世间当中再这样轮转了。好，所以佛于人天人大众当中说是法者词啊，六百万亿哪由他人啊，哦，以不受一切法故啊。而于讲诸肉心得解脱啊，皆得讲深深的一个禅定，三明六通啊，具八解脱。哦，那第二、第三、第四说法时啊，哦，千万亿恒河沙哪由他众生啊，亦以不受一切法故啊，而于讲诸肉心得解脱。那从事以后啊，诸声闻众啊，无量无边就不可称数了哦。好，这个开始就讲观说十二四谛啊，好，哦，跟讲十二因缘法。
那十二因缘法是中圣法、哦、有流转、哦、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整个从无明开始有没有原型，那些就是叫做流转。那如果还灭就这样，当你破无明之后啊、哦、这其他的这样生老死就这样全灭了、哦、所以有一个这样流转门，还有一个这样还灭门。那从无明原型呢至呢、哦、生缘这个老死啊忧悲苦恼，这个就叫流转门。好、哦、那在流转门当中呢、哦、所以佛就开始这样讲这样观苦集恶谛啊，对不对、哦、那个当你这样开始流转的时候，其实就这样讲的就是这样，这样这个流转门当中讲就是在讲的苦集恶谛世间的因果、哦、那如果能够自无明灭、哦、那自这个忧悲苦恼灭，这叫还灭门。那还灭门呢，他在讲的其实就是这样灭跟道、哦、灭地跟这样道地这二地、哦、那出世间的因果呢，小圣以极地这样为苦本、哦，这个一般就讲集啊、哦、那个为苦本、哦、那集的话就是讲三毒这些烦恼都来讲聚集了、哦、那所以中圣呢就开始讲啊、哦、无明呢为三毒啊烦恼苦那个极地之因啊、哦、如果同学啊、哦、你要找啊、哦、为什么你现在这样的一个烦恼哦、啊烦恼的聚集了这么多、哦、那无量无边的这个烦恼从哪里来、哦、如果你要找源头的话，这个源头叫做什么？无明啊。众生就是因为一念的无明开始轮转、啊哦、所以都在这样三毒烦恼的极地当中、哦、所以深入迷缘、啊哦、这就是这样为立根弃者众生所讲。那无明呢、哦、妙性本明啊、哦、为什么会无明、哦、我们知道众生本来这样佛性都具足，对不对、哦、也就是在开始这样为这样始觉嘛、哦、那这样妙性本明啊、哦、因为一念的妄动、哦、我们就说 不管是第一念当中跟贪跟嗔跟痴哪一个这样相应的、哦、然后而然这样毁，就是开始这样本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不对？那因为一念的无明之后开始这样都不清楚了，就叫做无明啊，对不对、哦、所以迷本原明啊、哦、故名为什么无明啊、哦、无明这个名这个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原本是明，可是这样因为一念的无明开始轮转，所以讲成为无明。那本体湛然啊，因无明鼓动啊，哈，故有前流。哦，当本体这样都这样湛然清清楚楚的、啊，哦，那为什么众生开始轮转呢？因为无明鼓动，那所以开始这样产生风大，开始这样有流通性、流动了。哦，本来是湛然不动啊。哦，那开始这样流动牵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无明啊。哦，所以无明是这样众生轮转的因啊。哦，故名为行。哦，开始牵流之后就产生行，那牵其体呢就讲自转成事。哦，我们之前有讲啊、哦、一般佛是这样事转成智嘛，那众迷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智转成事、哦、那所以开始这样行缘事、哦、这些就是过去本起之因、啊哦、那因呢开始就会有果、哦、所以视为这样生死的结根，以自本无名无相、哦、那现在染事大色心和合有名有相，所以名为这样名色。哦，这就其实就是十二因缘的一个这样细节啊，哈、哦，这个解说啊，哈、哦。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哈、哦，那今天就讲到这边，好、哦，那下礼拜就是那个今年的最后一堂课，好、哦，那再来的话，
又开始过年哈、哦，那就休两次课哈、哦，所以我们下礼拜哈、哦，就今年哈、哦、农历年的最后一堂课，哦，那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